那个海带。刚才那咋样了？差不多了。明天还得腌几个呀？到中间给我几个上去，暂停，行吗？哎，您去吧。Thank you.
量好不好？再看看对称度。好走这个呀。啊，辛苦着呢。像素特别高。他这个快32块。啊、哦，真是的，我还没发现这个。它也挺好的，比那个那谁那个成型还好呢，比刚才我验的那个就是这模样还好呢。这个熬夜这机子是这里边最好的一个，稳定性也挺好的，这个一直没变，这个至始至终都没变，而且它这速度还高呢，看了吗？32下。那就是低了不低。真的，他奔低子，他跟开车一样，这90迈他车抖，110他不抖了，他有共振，他这个对称，这确实好，这也过了，过了啊，过啊，过了，这没问题呢，这举这个哪有点小毛病，慢慢跑着修去了，这给最高分。330。